整条高速公路上面最高限速是多少呀？来，我讲课的时候啊，这道题它会有一个拓展知识、延伸的考点，它里面有可能会考的其他考点，我都会在直播间给你们去就是增加一下啊，补充一下的，补充一下啊，也是增加一下大家自己的一个考点和知识点。我说的都是有可能会考的，不考的我是不说的啊，你放心好了。像啊，就我18岁啊什么之类，没有男朋友啊，也没有结婚这种问题，考试时候不会考的啊，我就不说这种废话了啊。120，对了，鼓掌。这么多人回答正确，给你们鼓个掌啊！没错，就是120公里啦。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正好是有关系的？什么关系啊？两倍的关系啊！它 double care, triple care，你们最懂了是不是？所以最低60啊，最高120，他俩之间正好是一个两倍的关系啊！这个也是个考点，考试也会考的啊！来，好，那我们就下一道题了，乖乖。这道题是下午讲过的题目啊，我们再重复一遍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晚上的新课程了啊，开始新课程了。来，下一道题。下午是没有讲过的啊，这道题后面都是没有讲过的啊。驾驶机动车能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通过铁路道口，来，宝宝们，这道题可以做一下啊。这道题其实是一个关于速度的题了，像这种速度题，考试的时候呢，也是考的比较多的啦，对不对？那之前其实给大家总结过很多遍了，铁路，加油加油，我溜了，好嘞，谢谢宝贝，我会加油的啊，感谢宝贝。直播间没有驾驶证的宝贝，咱们也要加油，有证的咱们也要加油。看题，为什么？你们后面12分够吗？好像不怎么够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个地方它都有政策啊，可以学法免分的。所以你学法免分的时候呢，咱们的知识点你们是不是也能用上了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用得上的啊。来，这个口五占三是不是？这个就不是口五占三了，宝贝儿啊，注意这道题的话，它不是口五占三了。刚刚有个宝贝说占30口50，是不是？那占30口50后面跟的是什么？跟的是米，跟的是米。这道题后面跟的啥？跟的是公里每小时速度啊，是速度，所以你不要记劈叉了啊。占30口50呢，指的就是在一些消防站、公交车站30米之内呢，是不能距离30米之内是不能停车的。口50呢，像一些铁路道口啊、急转弯口啊，对吧？像这些口的跟路口有关的啊，咱们呢是50米之内不能停车，一个是停车问题，一个是速度问题啊，它俩不是同一道题啊，宝贝儿，两个不是同一道题啊。但是这道题没错，大家绝大多数的人呢还是回答正确的啊，绝大多数同学还是回答正确的，选择咱们 B 选项是错误的，为什么呢？看50不对呀，对不对？三不能超过多少？不能超过30啊！记不记得经常给你们总结的，在一些特殊路段，比如说我们这道题的铁路道口、交叉路口、转弯、掉头、下陡坡的时候，泥泞的道路啊、冰雪道路等等之类的啊，说没说过返50？可以没过怎么办吧？啊，你这个会员问题的话，你可能要找下客服宝，我这边是教练啊，而且跟你讲一下，我是在斗鱼直播的，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斗鱼直播间好不好？来，宝贝儿，给你看一下啊，我是在斗鱼直播讲课的一个教练啊，只是咱们原贝这边呢，原贝的学员你们是可以免费进来上课的而已啊，我这里不是客服，宝贝儿，好不好？这里不是客服啊，乖乖。他们如果说是可以返的话，肯定是能返的，不过你找错地方了啊，我这边是教练，我这边不是客服，哭兮兮。不过你放心好了啊，平台的话肯定是会有人负责的，你找客服那边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这道题看一下啊。刚才总结完了特殊路段，像一些特殊天气，比如说下雨的、下雪的、下冰雹的啊、刮大风的等等不太好的天气啊，咱们速度呢都是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。所以呢，这道题考的是速度啊，考的速度，考的不是米数啊，不是距离，知道不？所以咱们这里选的 B 选项是错误的。来看一下，通过铁路道口，速度应该不能超过每小时30公里啊，是这个考点啊，这个知识点30YYDS 啊，很多题目呢都有用到30的哦，知道不？来，刚给你总结的所有情况，你看都给大家总结到了啊。考试的话，任何一个小点，它都有可能会考的啊。来，好，我们下一道题，快速下一道题啊，今晚带大家上高速喽。来，速度快一点，能够多讲几道题啊。我讲题目的时候，我给你们读题的时候，这样，我给你们读题的时候，你们可以自己在下面做，就好像自己在做模拟题一样，好不好？把答案呢可以发在我们直播间啊，从评论区发出来，反正就发个 A 发个 B 就好了，很方便，是不是？这样的话你的学习效率会更高一些啊，光听不做假把式，对不对？效率没有那么好啊。来，欢迎欣欣这边宝贝啊，来，下一道题我们读读题，我给你们读题好不好？而且我把题目给你分析清楚了啊，来到我直播间呢，我是会对大家负责任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在道路上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，应当使用教练车，在教练员随车指导下去进行，与教学无关的人员可以乘坐教练车。来看一下，可以乘坐教练车吗？来看一下，可以不？
来审批的，是不是啊？欢迎写意宝贝啊，审批的，咱原配这边有没有人来听我答案的？跟学车无关人员可以去乘坐教练车吗？当然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咱们教练车啊，只能学员去乘坐，只能练车的学员去乘坐啊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我把我女朋友带着，男朋友带着，让他在车上坐着，这样可不行，对不对？无关人员都是不可以去教练车的啊。什么路边大妈大半夜大妈，对吧？要回家了还在一程，是不是？你这开滴滴呢，对吧？不可以啊。无关人员呢都是不可以去乘坐我们教练车的啊。所以咱们这是选 B 选项，还有人选 A 呢。对了，选 B 啊，怎么还有人选 A 呢？乖乖。还选 A 的宝贝，你是不是没有看到这个可以啊？它是可以哦，不是不可以哦，不会吧？它不可以哦，乖乖。所以你不要把咱们题目呢跟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啊。你说你的教练车，对啊，肯定不行啊。你说你教练车啊，停在路边载个人，对不对？开个滴滴，跟个那个滴滴似的，那行吗？当然不行了啊。所以咱们这里选的 B 选项是错误的啊，是错误的。应当使用教练车，教练员要随车指导啊，无关人员不得乘坐啊。咱教练车不是什么随便的车啊，不是随便的人，不是随便的车，不是录像宝贝儿。咱们直播间是直播啊，但凡直播就是直播，要么就不播啊。咱就是有这么有个性啊，目前为止啊，要么就直播，要么就不播啊。宝贝们来看一下，右上角是有时间的，现在是晚上9:12，你们那是这个时间吗？如果国内的今晚都是这个时间嘛，是不是？咱们是直播啊，宝贝儿，做错第一人，做错第二人。排序啊，咱们这个原背驾考，它每道题下面都有一个考友互动，你们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在下面去留言，我上课的时候呢也会去回复你们评论啊。我语速已经很快了，宝贝儿，好，那我们再快一点，我怕就车速就飞了，再快点，我这口水星子都飞出来了啊，再快不了了，主要是要给你讲清楚，宝贝，要把题目讲仔细、讲清楚、讲得细一些啊。你在下面评论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我也会去要去回复呀，大家啊。要去回复一下大家，来科三列车后排不都坐着学员吗？学员是可以坐的，宝贝儿们，学员是可以坐的啊。这道题是说无关的人员不能坐，比如说卖菜大妈，比如说啊，你再把女朋友、男朋友都带来，对不对？无关人员是不可以去乘坐的啊。候车列车人员当然能坐了，对不对？教练车不坐列车坐谁呀？来下一题啊，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啊。这道题也是比较简单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错误率会这么高。因为是粗心吗？是不够细心吗？来看一下这道题，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之后的12个月是实习期。首先，咱们要知道实习期是你是没错，对吧？啊，选 A 选是正确，没错，正确的啊。哎，实习期没错啊，就是1年的时间。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啊，关于实习期的问题，我在这儿要补充一下。其实这里考的是比较简单的啊，1年实习期大家肯定都知道。那如果你在实习期之内，被扣满12分怎么办？有没有人知道的？如果你是在实习期之内，就是在1年之内啊，拿驾驶证之后1年之内被扣满12分咋办呀？那你注意一下，你的驾驶证呢是会被注销的，处罚是不是有点严重是吧？让人心里一颤对吧？哇，啥？被注销了？没错，是被注销的啊。实习期的话，如果你被扣满12分，会注销你的驾驶证，你驾驶证就白考了。就白考了，兄弟啊，别考了，白考了啊，兄弟。但如果不是实习期呢，非实习期期间啊，不是实习期期间，如果你被扣满12分的话，咱们重新考科一呢就可以了啊，重新考科一就行。你看实习期的处罚是不是比较严重的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实习期啊，他就不怎么开车，也不怎么去扣分，因为被扣满12分就注销掉了啊。就被注销了，宝贝儿，刚开播，乖乖，刚开播。你觉得咱们直播间冷清的话，那你可以哎给荧光棒来加热一下呗，好不好？不是录播，是直播，宝贝，我们是直播啊。来，所以这道题是正确的，但是我需要补充一些常考的一些考点啊。这是第一个，实习期被扣满12分会注销驾驶证啊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实习期可以上高速吗？YDS 是吧？对，今天是比较长的啊，比较长的宝贝儿啊，感谢哥哥，感谢哥哥的荧光棒。来，实习期可以上高速吗，宝贝们？实习期常考几个考点知识点啊？可以上高速吗？可以上高速啊！注意了，只不过上高速有要求，对不对？实习期是可以上高速，谁规定咱实习期就不能上高速了？凭什么啊？对不对？可以上高速，但是必须有老司机陪同。那老司机也是有要求的，老司机有啥要求啊？老司机的话，首先啊，他的准驾车型。准驾车型必须大于或等于我们，比如说，哎，我考的是手动挡，那如果我旁边坐的是自动挡就不行。如果说我考的是 A 照、B 照，旁边坐的是老司机是 C 照的也不行啊。它的准驾车型啊，它必须大于等于你，并且它的驾龄必须在3年以上啊，3年以上，要满足这两个要求的一个老司机在你旁边坐着才可以上高速啊。对，要3年啊，要3年，宝贝。
可以上高速，不过有要求而已啊。你旁边有个必须有一个老司机陪同你啊。首先，他的驾龄要在3年以上，其次，他的一个准驾车型必须要大于或者等于你，不能比你低，就等级不能比你低啊。这是什么软件？是不是这个软件叫做原备驾考？宝宝们来看一下，想要知道我这个用的是啥的啊？原备驾考，但你注意一下啊，原备驾考你去搜索一下，有两个，我们需要注意要下载这个蓝色的驾考的架子的原备驾考哦。如果你下载方向盘的话就不对了，就进不了我们直播间了。你下载这个原备驾考呢，是可以进到我们直播间的。驾考的架子，保持清醒，听清楚了啊，是驾考的架子哦。如果有需要的宝贝可以去看一下啊，就可以去看一下，跟我用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啊。下载完之后呢，题库也是一样一样的。来，感谢老童的礼物啊，弱鸡吻赞点赞，谢谢宝贝啊，感谢宝贝的荧光棒。来，副驾对要3年以上，不仅要3年以上，而且他的整驾车型要大于或者等于你的啊。所以我要多少彩礼，目前还没有跟岳父岳母商量过，你可以去找岳父岳母商量一下啊。彩礼这个问题还早呢啊，还早呢，因为我还年轻呢。所以来，这道题是正确的啊。下一道题，讲题的话我会讲仔细一点，因为考试的话不仅会考这个题。而且还会考到其他的一些考点，也会顺便补充给你们耳濡目染啊，多听是好事儿。来，我们去下面看一下大家有什么疑问吧。为什么这个都会做错呀？来，下道题啊，下道题，驾驶机动车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，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占用应急车道。来，宝贝儿做一下，哎，比较简单，这题都还不是很难啊，不是很难。我现在用的是我们的一个原备驾考，宝贝儿，也是最近比较火的啊，是我们的电竞女神于双小姐代言的，由我们的菲菲教练给大家去讲解的啊，最近比较火的一个 APP， 你可以下来去看一下，它里面有很多好玩的，还可以买车呢，还可以看车呢啊，不管是老司机还是新手宝贝都用得上啊，都用得上。好美啊，不去听了，去做针线活了，做完针线活记得回来听课哦，赶紧的啊，不要磨叽了啊，不要磨叽了，听见没？来看一下选 A 的是不是对了，选的正确选项啊。咱们应急车道呢是不能随意去占用的，但是如果你是有紧急情况的话是可以去用的啊，因为应急车道就是用来应急的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紧急情况下可以去用的啊。来，我看一下宝贝有什么问题啊。刚考的驾照轻松吊销，为啥？为啥轻松吊销？如果是刚考的驾照咱们更要珍惜了啊，因为你知道了考驾照多么不容易啊，考驾照的苦你吃过一次还想吃第二次吗？不想了吧，对不对？经历一次就够了啊！这道题选的 A 选项，宝贝，这道题选的 A 选项啊，在高速公路上行驶，如果没有紧急情况，不得在紧急车道内去行驶。所以咱们这道题选的正确选项啊。陈姐问是啥？你问他就知道了啊！你问他就知道了啊！来，所以这道题是选的 A 选项是正确的啊。还有人选错，来看一下，应急车道呢，就是给你应急用的，宝贝，就是给你应急用的啊。来，下一道题，陈姐问是啥？你问他好，你问我的话。哎，我作为一个女孩子，我好意思说吗？我脸红啊！来，下一题，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，未满3年的可以申请驾驶证。来，这道题大家做一下啊，第一次出现撤销的情况，第一次出现，你们先做一下，我看你们对这个考点有提前有没有了解过啊？没了解过，正好让我知道你看你们底子，因为像这种撤销这种类型的题啊，很多很多，不仅有撤销，还有吊销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咱们还欺骗的，假一骗三，醉五逃终身，毒三什么之类，一长串，一会儿都给你们去普及一下啊，都你们去看一下，好吧？好像懂了是吧？能懂就行啊，宝贝儿，能懂。突然开窍了是吧？你看一点就通啊，不愧是好学生，一点就通。选 B 的，选 C 的，选 C 的肯定不对了，是不是？脸越红越好看是吧？有本事你让我脸红啊！选 B， 选 B 的啊，都是选 B 的，选错误的也有选 C 的，选 C 的宝贝，我不知道 C 选在哪儿。C 选是选我是吗？来，咱们这道题是错误的啊！为什么？注意是撤销啊，撤销。如果说你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驾驶证之后，被发现之后被撤销的啊，被撤销的，咱们是3年内不能考驾照啊，3年之内都是不能考驾照，这个叫撤三，撤三啊。吊二，来吊二。假一吊二撤三，来总结一下啊，这一系列有很多，假一吊二撤三，骗人3年，毒也是3年，毒三，这些都是三啊。假一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用一些虚假等手段啊，题目常考，判断题啊，还有选择题都考啊，用一些虚假。啊，舞弊也是一样的，有些题目可坏了，他不告诉你虚假，他告诉你舞弊，舞弊不就是弄虚作假的意思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假一和舞一是一样的啊，就是弄虚作假啊，宝贝儿，就弄、哎、一个小弄，你真是火眼金睛，牛了，我自己一开始都没发现啊，来用一些虚假的手段取得驾驶证的，1年之内是不能考驾照的，来。
调二就是你用使用一些不正当手段，使得你的驾驶证被吊销的，咱们呢是2年内不能考驾照啊，来撤销一些不正当手段，比如说你用一些欺骗等手段获得驾驶证的，你的驾驶证被撤销的，3年不能考驾照，毒三吸毒的3年不之内不能考驾照啊，后面还有呢，最五，可多了啊，这一系列可多了。最五就是说你醉驾的啊，醉驾5年之内不能考驾照的啊，哎，没错啊，没错，牛牛，没错，有五个，还有一个逃中生，教室太小了吧，太热了吧，教室不热，只是有点小而已啊，不热。来，逃中生啊，逃中生，冬天了，热啥呀？是不是？逃中生，逃中生呢，需要注意一下，不是所有的逃逸都是终身的。不是所有的逃逸都是吊销并且终身不能考驾照的啊！咱们逃终身必须要在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啊，就逃逸并且构成犯罪的，咱们才吊销驾驶证，才终身不能获得驾驶证。注意区分啊！如果你逃逸不构成犯罪的，咱们就是扣12分啊，不构成犯罪扣12分，这个需要注意啊！因为很多人看见逃逸他就吊销了，他就终身了。不构成犯罪的，咱们扣12分啊；构成犯罪才吊销驾驶证，终身不能考驾照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啊。甲一、五一吊二、撤三、骗人三、吸毒也是三，醉驾是5年啊，终身不能考是什么？终身不能考是逃逸啊。比如说你发生一些交通事故，你逃逸了，而且构成犯罪了，那你的驾驶证就会被吊销掉，并且终身啊，这个终身的"身"是这个生活的"身”，不是身体的"身"啊，不是身体的"身"。有些选项他会考的，有些选项就给你一个终身身体的"身"，就不要选它啊，不要选它，宝贝儿，知道不？是生活的生啊，逃终身构成犯罪的你，并且逃逸了啊，逃逸构成犯罪的，你会被你的驾驶证会被吊销掉，并且终身不能考驾照了。对，肇事逃逸，而且要构成犯罪啊，有，哎，它构不构成犯罪，它题目说得很清楚的，它要么就是构成犯罪，要么就是不构成犯罪，题目会非常清楚的给你们去列出来的啊，不会让你们瞎猜到底有没有构成犯罪的。是有个小洞在这儿啊，我也刚看见，为啥？为啥？我也刚看见乖乖，它鞋子的话是个长靴的，不是高跟的啊，不是所有的鞋都高跟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也要穿点平底鞋，我们也要平易近人呢，是不是？天天那么高干嘛呢？不累吗？对吧？来，这道题有没有不了解的？里面一些词儿、一些小口诀，有没有人不了解的？刚才有个宝贝对逃终生的情况不了解，还有其他情况有没有人不了解的呀？反正小瓜怎么没感受到开始走了，算不算逃逸？小瓜蹭的话不算，宝贝啊，注意一下，因为注意了，构成犯罪呢，懂吗？构成犯罪了啊，是发生一些重大交通事故等等构成犯罪的啊。脱掉干嘛？脱掉我就没鞋啦。终身和终身有啥区别？我们这个终身是生活的生，一个是生活的生，一个是身体的生啊。你终身不能考驾照是生活的生，终身就是你这辈子，你这一辈子不能考驾照了啊，不能考驾照了。掐得动什么叫掐得动？我又没有老公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掐得动掐不动。活动下一题哈，能有听懂的，还没有疑问的，我们就下一道题了，好不好？没有疑问的宝贝儿，我们就下一道题了啊，来下一道题。所以这道题的话是选择错误选项，不可以去申请啊，3年之内都不可以申请的，乖乖。来往下滑，我相信它下面肯定有，你看这里有啊，你往下滑的下面都是有的。来，我以为是3年后的，没有啊，它题目说是3年内，宝贝啊。大家有什么疑问的，在下面留言，我也看一下。甲一、吊二、撤三、醉五、逃终身，你看也有人总结的啊，也有人总结的。来，下道题啊，下道题。所以你们在直播间学会一些好用的方法，你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去造福大家啊，造福后代，造福下一代学车的人。来，我们下一道题了啊，上高速喽。来，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，有证据证明事故是由一方故意造成的啊，驾驶人呢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。这道题也比较简单了，宝贝儿，来你们做一做啊，比较简单题你们也要做一做。哎呀，我手里有证据喽，可以证明你是故意的哟。那我就要干嘛？我就赶紧报警了呗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赶紧报警了呀，是吧？你都故意的了啊！来，咱们这道题选什么？选 A 的，没错，又选 A 选项啊。咱们月亮星宝贝那么喜欢 C 是吧？那么喜欢 C 啊，宝贝，你不喜欢 A 和 B 吗？A 和 B 咋了你了？怎么你了？看不上是吗？哎，对了，咱们这道题是选的 A 选项啊，你有证据的，那你赶紧报警了，是不是？赶紧要去报警了啊！所以咱们这道题选的 A 选项啊，立即报警，所以咱们这道题正确。来，下一道题啊，比较简单题，我们就过得快一些了啊，必须得对，必须对啊！手里有证据的，好不容易可以报警用上一次了，是吧？这辈子没报过警呢啊！来，下面一道题，驾驶拼装的啊，拼装来了，这道题算是比较难的啊，宝贝们，来，前两天想听罚款题的还在不在？前两天想跟菲菲教练说，哎呀，我想听罚款题的，来，这道题正好是罚款题里面的啊，来喽，来喽，来点难度的吧，来喽，这不是来了吗？
今天下课我请你吃饭啊，好吗？我最近，你说我最近减肥怎么办呢？出来那么大的题目，题目不是我出的啊，这个都是易错题，宝贝，这个都是已经是易错题了啊，乖乖，来选 A 的，选 F 的，你就喜欢跟别人不一样的口味是吧？重口味啊，宝贝儿，选 F 的重口味，宝贝，来看一下这道题，来是哪个选项？驾驶拼装机动车上路行驶的驾驶人，除了按照规定接受罚款之外，还会受到哪种处理啊？你看，罚款已经说了，还会受到哪种处理？来吊销啊，吊销！来看一下，选 D 的、选 A 的、选 C 的、选 D 的啊，来注意一下，这道题选择咱们 C 选项吊销啊，吊销。像这种罚款的受哪种处理？这种罚款的咱们怎么去看啊？总结一下大范围的，不仅是这道题的，咱们整一个罚款你怎么去看啊？来给大家总结一下，来有罚款，咱们先选罚款，不仅仅是这道题啊，注意一下，不仅仅是这道题，有罚款先选罚款，没有罚款或者是罚款的金额不对的啊，咱们选吊销，听清了吗？就选择吊销。不仅仅这道题啊，不仅仅是这道题的一个考点，因为这道题他已经说了罚款了，对吧？已经说了罚款了，肯定排除罚款，那咱们直接选择吊销驾驶证就行了啊，吊销驾驶证就行了。但是你选择吊销的时候，一定要看吊销的东西对不对？有时候他瞎吊销，有时候他瞎吊啊，瞎吊。有时候题目会说，哎，吊销行驶证，跟行驶证有半毛钱关系没有啊？行驶证是跟车辆有关的，行驶证就相当于是车辆的一个驾驶证啊。驾驶证就是我们人的驾驶证了，所以这道题选 C 选项，恭喜刚才选 C 的宝贝回答正确了啊，回答正确了，最安全的按最安全的选是吧？屋子也不热，宝贝儿，我还能跑步呢，跑步我都不热啊。来，所以咱们这道题选择 C 选项啊，C 选项吊销驾驶证。来，注意一下，拼装机动车或者是驾驶报废的，驾驶拼装机动车或者是驾驶报废机动车，他们俩的处罚是一样的啊，是一模一样的。首先第一个罚款。罚款一般是罚款200到2000，注意了啊，因为你看你驾驶一些报废的啊，或者是一些拼装机动车上路是不是很危险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罚款的话，一般罚的也比较多，2000块钱，200到2000，一个月工资给你罚没了啊，这第一个处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吊销驾驶证，不管是报废还是拼装，他俩处罚是一样的啊，记住了，这个道题常考，让你常考。第一个罚款，第二个吊销驾驶证，罚款是罚款200到2000啊。有些题的话，他会把这个金额改一下，改成20到200，那你就不能选它了，这个金额就错了啊。你想想看，罚20块钱，罚这么少，那每个人都去开报废车，每个人都去开拼装车了，对不对？谁还买新车啊，是吧？所以咱罚款的话，肯定罚的是比较多的啊。一个月工资给你罚没了，我就不相信你不心痛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来看我的，是不是？谢谢你啊，感谢你对我喜欢，很荣幸啊，非常荣幸，谢谢宝贝的喜欢啊。拼装机动车是违法的，肯定是买不到的，宝贝儿，违法肯定是买不了的啊。来下道题，我们看一下大家有什么疑问吧。全网错误率的话20%啊，不仅要顾到你们，我们还要顾一下大家有什么疑问的哈。没啥疑问，来下一题，没啥疑问就下一道题了啊。一些违法拼装的车肯定是没得卖的，而且是不能驾驶的。乖乖，咱们正能量直播间啊，正能量、正能量、正能量的直播间啊，飞我来了，欢迎宝贝儿啊，欢迎程序开发者，今天好嘛，谢谢宝贝啊，谢谢宝贝，咱们来下一道题啊。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面靠路边停车过程当中呢，如何去使用灯光来靠边停车了？哎，又是一道简单题了，又是道比较你们肯定觉得比较简单的题目了。来，你们自己做做看吧，简单题、难的题咱们都要做，是不是？你考试的时候总不能说，哎呀，这道题好简单，我不做了，我就要做难题吧？你应该没有这样的小笨蛋吧？是不是？选 D 的是不是？选 D 的，来看一下，提前开启右转向灯啊。对了，选择 D 选项。哎，怎么还有人选 C 呀、啊？欢迎七爷啊！欢迎七爷，还得有宝贝儿选 C 的，有宝贝选 E 的，选 E 的是连 D 都满足不了你的，是吧？选 C 的宝贝，靠边停车，这个是我们科目三会考的一个，就是实操会考的一个路考的一个步骤啊，最后一步肯定是要靠边停车。有没有发现，咱们中国靠边停车都靠哪边停啊？靠右停啊！中国靠边停车都是靠右停的，所以咱们肯定是要提前开启右转向灯，是不是？你想一下。你看，想一下马路边停车的，是不是都要靠右停啊？对不对？都靠右停啊。所以咱们这里看，选择右转向灯啊。考科目一和科目四的时候都没怎么看，你直接考过了，是不是？咱们现在你可能你考的比较早，你现在去考的话，科目一的题目是将近1800，科四1550几，你裸考的话基本上过不了，宝贝儿啊。而且一般教练的话也不允许你们去裸考的，不支持、不赞成你们裸考的啊。这道题选的 D，咱们 D 选项不是特别特别难啊，因为大家要知道的是，咱们的靠边停车都是靠右停的，所以要打开右转向灯啊。要打开右转向灯，那我国的机动车行驶都是靠右边，也就是在只有在同一方向行驶的车中啊，
右边才能停车，所以开启右转向灯。来，前往错误率21%，我看一下大家为什么做错吧。嗯，开启右转向灯，对呀，都是开右转向灯。来，下一道题啊，下一道题，在这种雨天跟车行驶，哎呀，期间欢迎啊，宝贝啊，欢迎宝贝，玩火了吗？谁玩火了？我没有火了，我没有针线活啊。变大了，不会吧？看这个袜子质量还是挺好的，应该不会拉丝滑丝，咻咻咻，越变越大。要不你在直播间多待一会儿，一会儿见证一下，看它会不会越变大，看它会不会越变越大啊？来看一下这道题，大家可以选一选答案啊，选一选答案了。满分飘过是不是？正好让大家沾沾你的福气，沾福气来，满分飘过的给我出来，让我们沾沾福气，沾沾喜气。选 C 是吧？我们看一下啊，雨天跟车行驶使用灯光，以下做法正确的是啊。注意，它做法正确的是，来 A 选项使用远光灯，B 不能使用近光灯，C 不能使用远光灯，来 D 使用雾灯啊。雨天啊，这是一个下雨的天气，是不是下雨了？选 C 的啊，都是选 C 的。我的动，对，我这个不会越变越大，宝贝儿。来，行了，咱们 C 选项啊，没错啊，不能使用远光灯。我看是谁啊？LLA 的哥哥，那说明你的把控力不行了呗，对不对？说明你乱动呗。你别乱动，这个它就不会变大了呀。来，所以咱们这里选的 C 选项啊，不能使用远光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使用远光灯的话，你把前面那辆车害惨了。前面那辆车的驾驶人他是会眩晕的啊，因为远光灯的它的光线呢会反射的，会折射回来的啊，会折射的，会使得前方驾驶人他眩晕了，就看不见了啊，不要看不见了。所以咱不能使用远光灯啊，正确应该使用近光灯啊。使用近光灯，宝贝儿，空挡它我傻呀，空挡一会儿坏了穿不了了。穿不了了，不能浪费啊！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而我把它发扬光大了。换一个洞，我跟你讲，我还能穿，还能穿。十年老司机来学坑位了，欢迎欢迎啊！你看，10年老司机那么多年老司机都来学，都来咱们这直播间学习了。没考驾照的宝贝儿啊，在备考的宝贝们，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？还有什么理由不跟着我来学习呢？是不是？坐立不安。来，下一道题啊。在这段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最高速度呢，不能超过多少啊？那我这个车速得刹一刹了。我这车速再快一点的话，你就更坐立不安了啊！一会儿把你吓到了。来看一下这道题，城市道路啊，看到城市道路，咱们应该想到哪一个小口诀呀？宝贝们，有没有人知道的？城什么呀？后面两个数字是啥？有没有人知道的呀？30公里，这些题都不用看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不能超过啥？为啥不用看？是因为什么小方法吗？来，乘三五啊，对不对？乘三五公呢？公四七啊，这个是我们城市和公路的一个小口诀。乘三五公四七，那三的话是没有中心线啊，没有中心线的道路呢，咱们就选30，咱们选40，宝贝儿啊，30YDS，咱们要知道它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啊？知道原理是啥？因为如果它下次换一个啊，在路中间画一条中心线的话，那你就不能选30了啊。路中间画一条中心线的话，咱们呢就不能选30了，咱们选多少？选50啊。所以咱们看图片呗，对不对？有中心线的选50，没有中心线选30。我怎么去理解啊？因为没有中心线的道路，它相对来说会窄一些，道路窄一点，咱们速度是不是要慢一点？否则你看你挂在路旁边的一些学生啊、自行车啊，或者你不小心碰到这么 sexy 的小姐姐，你心里痛不痛啊？心难不难受，对不对？心疼死了啊！所以咱们路窄的话，没有中心线，速度要慢一点；有中心线的路呢，相对来说比较宽，咱们速度可以稍微快一些啊。这道题呢是没有中心线，所以咱们选择 A 选项，30公里每小时。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吗？有30，有50啊，不是所有的题目都30的，也有50，也有40，也有70，对不对？要看是城市还是公路，要看有没有中心线啊。这种题目，我快好，兄弟们，那你还挺快，兄弟们好了没？哎，慢点慢点开，才9点半是不是？哎，才9点半，那么还能再开一会儿了。没事，咱们慢慢来，开时间长一点，对不对？咱把时间战线给拉长啊，速度可以慢一点，好不好？这样更持久啊。来，下一道题啊，下一道题，驾驶机动车行经下列哪种路段的时候呢，不能去超车，不能超车啊。刚那道题的话，考是城市，所以咱们用的是乘三五，但有些题目考的是公路啊，公四七啊，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啊，需要注意一下。刚也给你重复过了啊，乘三五，公四七。来，这道题。驾驶机动车行经下列哪种路段的时候呢，不能超车？A 选项，高架路；B 选项，交叉路口；C 选项，环城高速；D 选项，中心街道。哪个地方不能超车呀？不能超车，不能超车哟，车速不能太快哟。选 B 啊，全屏选 B 的，有没有其他答案的？没选其他答案的，咱们一般直播到11点20呢，宝贝儿啊。还是时间还是蛮长的，乖乖，你看中间都不带歇的，
还老师设一套听懂云里雾里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不说明白也不让你搞不明白啊。来看一下选 B 的是不是啊？都是选 B 的，我们看先把这道题看一下吧。耕坏的地，只有累死的牛。来看一下，咱们这道选 B 选项是没错啊，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，没人选错，我们就讲的快一点啊。因为交叉路口的话，它车流量比较大，对不对？而且还有交叉路口有各种车啊，往各个方向去开的，这个时候咱们超车是不太安全的啊，不太安全啊。来看一下，交叉路口车流汇集，当然不能超车了。VIP 的一个技巧单集可以去理解一下啊。题目解析里面也有啊，在哪一条里面都有，全网错率16%，看一下。中心街道路窄人多，不能超车吧？中心街道的话，如果你具备安全的一些条件的话，是可以超的。但是像交叉路口的话，就算人比较少的地方啊，就算交叉路口的话，都是不能超车的。就算人比较少，对吧？就算车比较少，也是不能超车啊。路口的话，都是不可以超车的。所以咱们这里选择咱们 B 选项，交叉路口啊。来下一题，下一题宝贝儿。老司机，咱们得要不得，毕竟也都是好几年有驾照的人，对不对？车速不行的话，怎么在直播间 hold 住你们啊？不是分分钟让你们给我 hold 住，给我搞趴下，是不是？一套云里雾里，要的就是这种朦胧的感觉啊，朦胧感觉才更加有让你们有听课的兴趣，是不是？否则你们没听明白，或者听得太明白了，来了就走了，下次也不来了。配合你亮片 hold 不住，我这腿太粗了。单位都不一样，急啥，对不对？每天都不一样，咱们慢慢来啊，慢慢来，对吧？家里不是开服装厂的啊。来，原配的宝贝们，这道题大家可以做做题目啊，可以做做题哦。哎，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有些原配的宝贝可能第一次进来啊，第一次进来觉得我是不是在自言自语，我在说啥，对不对？主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其实是在斗鱼直播的啊，这是咱们斗鱼直播间。ID 呢叫做菲菲驾考，所以斗鱼直播间呢也有很多人去评论，所以我经常也会回复他们的一些评论啊，你们评论呢我也会回复，所以大家不用感觉啊我在说啥，这个教练是不是这个主播是有神经病，老是自言自语啊，没有啊，两边的宝贝的话我都回复到啊，都回复到，雨露均沾啊，不会让你们哪一边受失落的，失宠了是不是？今天哪一边失宠了啊？有选 C 的，有选 D 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啊，直播间没有啊，坏了就这样看吧，或者你不看就行了，不看就行了啊，忽略它，看题目就可以了啊。有选 B 的，有选 C 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驾驶机动车在没有道路中心线的狭窄山路啊，山路会发生什么故事呢？怎样去会车啊？A 速度慢，B 重车让空车先行，C 靠山铁，D 不靠山铁的一方先行啊。来看一下选 C 的宝贝啊，注意一下。好多人选 D，好多人选 C 啊！这道题咱们是选择 D 选项，不靠山体的一方先行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不靠山体的一方，它没有靠山啊，是不是？它没有靠山，它是旁边就是悬崖啊，旁边就是悬崖，一不小心就可能跌落悬崖，你这辈子再也看不见我了。所以你让咱们不靠山体的，没有靠山的先走呗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需要承担的风险比较大啊。像你们靠山体的，旁边是不是有山？你靠山体的比较有安全感啊，咱们不靠山体的，靠悬崖的，随时有跌落悬崖的风险，所以咱们先走啊，咱们先走，不靠山体的一方先走啊。这是科目几？是不是科目一？这是科目一啊，怎么是科目二呢？科目二是这个样子的吗？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科目二、科三是路考啊，咱们科一、科四才是理论，宝贝儿，错把竖腿当做宝，目前在我这里竖腿就是宝啊，这大粗腿，我自己都恨死我这大粗腿了啊。小王演的不对，C 不对啊！注意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D 选项啊，D 选项，看我像冲了是不是？来，一起冲答案啊！咱们一起冲答案，一起来抢答案了啊！一起来抢答了，宝贝们，来，这道题选的咱们 D 选项啊，不靠山顶一方先行。你看怎么去理解啊？有靠山的安全一些，因此要让没有靠山的先走，是不是啊？没靠山的嘛，来，毕竟是没有靠山的啊。来，下一道题啊，下道题是不是有靠山？科目四为啥也有这题啊？你这就是科目一、科目四，它有一些会重复的题目呀，对吧？你想一下，驾考的话，它其实就那么多内容，它考点、知识点其实就那么多，有时候可能就是问法换一下，其实考点、知识点就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可能科目四的人想让你回顾一下科目一的知识吧，有些科目一知识比较就重要的，科目四也会再让你们回顾一下啊。科目四我什么时候讲？是不是明天讲，宝贝儿啊？昨天讲了科四，今天讲科一，明天讲科四，这样轮着来，雨露均沾啊，不会冷落谁的，也不会只挑简单讲，也不会只讲简单的科一啊，科一、科四都会讲，轮着来而已啊，不累吗？不累，我还行，
会，我还行，精力充沛啊！赶快讲完2天开车，一般讲完的话就11:20了。如果你等得及的话，可以等我一会儿啊。等我一会儿下播之后呢，可以给你尽情的开下车。现在的话还有理论讲课，这是直播，是直播，宝贝儿啊！当然几级答案了，对呀、啊，你们来听课的话，当然是要通过考试的，是不是？当然是要过考试的，你不能说哎，明明答案是 A，我就选 B，哎，我考试的时候我就要牛，我就选 B，那你一分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科目一分就没了啊！今天播几个小时？今天下午3点播到5:20啊！我每天直播就是都是这样，3点播到5:20，9点播到11:20啊！驾考合格后即认证发证。如果你是考科目四啊，科目四当天就能拿证了，宝贝们，当天就能拿证了。最迟的话是5天之内发证啊！其实你考科目四当天就可以拿证了啊！来，指导题选 B 的选 C 的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直播啊，是直播。选 A 有选 A 的，九九在鞋里面了。今天是程同学，今天程同学宝贝儿。看你看忘记了，你把什么看忘记了，宝贝？科目二，看忘记了是吧？不能，这也不能忘，咱是科一科四理论教练啊，专业的，这可不能忘，乖乖。来看一下，有选 A 的，有选 B，有选 C 的啊。我们看一下题目，在路口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，怎样去做？首先咱们要知道什么情形，是不是？来，图片放大啊，图片放大。感谢宝贝儿荧光棒啊，咱们有人头可以上人头，有卡的可以办办卡，办完卡之后就可以长期来听课了，宝贝儿啊。没有关注关注一下，否则你以后可能就找不着我了。以后你想体验车速，谁带你飙车呢？对不对？来看这道题在讲什么呀？啊，前方车辆，哇，好多车呀，好怕呀，干嘛？堵塞了是不是？前方交通可能有点堵塞了啊，我们能去凑热闹吗？我们当然不要去凑热闹了，再凑热闹挤不进去了啊。挤不进去了，宝贝们，而且你看一下黄色这个区域啊，黄色的网状线，它里面都是黄色格子啊，都是视觉上感受好像都是叉叉叉叉叉，你能去占用吗？不能占用啊，红色网格的话是不可以去停车的。来，我们再看一眼题目啊，A 选项停在网格网状线区内，网状线是不能去停车的啊，有选 D 的，还有选 A 的，还有选 C 的，是不是？B 选项停在路口以外等待，怎么还有人选 D 呢？来，C 选项停。啊，跟随前车通过路口的 D 停在路口内等待。注意了啊，这个是在路口以外等待，因为前方路口已经很混乱了，对吧？已经有很多车在里面了，都已经堵塞了，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呢，就不要进去添堵了，我们就乖乖的在外面等就好了啊，在外面等车就好了，也不要去停在前面什么网格里面了。网状线的话，它是不允许停车的啊，是禁止停车的，也不要再进入路口去什么去交通堵塞了啊，前面已经堵了，别添堵了啊。所以这道题选的 B 选项，停在停车外去等待。恭喜刚才选 D 的宝贝儿，回答正确，鼓个掌。这道题错误率是比较高的啊，你看有选 A 的，有选 B 的，有选 C 的，还有选 D 的呢，A、B、C、D 都有啊。对 A 对 B 要不起，9637我要不起啊，对 A 对 B 我都要不起。感谢荧光棒宝贝儿。咱明天下午是3点播到5:20啊，播到5:20，9点播到11:20啊。来，所以这道题选择 B 选项，你们是为什么选错呀？我看一下，去了解一下你们错误原因啊。真没看出路口堵是吧？前面那么多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的小眼睛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这么小一个小动作，你们都看得那么清楚啊？人家前面那么多车都堵车了，你看不清楚了，你就看不见了是不是？拿你的小眼睛怎么办哟？来，直接给你开到马路中间等待吧，要在路口以外啊，要在路口以外去等待，不要开进路口以内了啊，不要开路口以内了。来，下一道题啊，每道题都是有一点点坑，有一点点套路的啊，所以来直播间的话就是教你们怎样去避坑的，不要再掉入套路里面了。如果题每道题都是跟1+1=2一样简单的话，我们驾考的话就没有必要出题了，也没有必要来我来给你讲了，是不是？每个人都能考过了，那我直接把驾驶证送你得了。直接把驾驶证发给你得了，还考什么试呢？对吧？所以考试的话肯定是有点难度，有点点坑的啊。科目几？科目一啊，佛罗哥哥。科目一啊，科目一去哪可以刷题？科目一来这儿就可以刷题了。我的同款课程啊，我现在给你讲课用的课程，它叫做原背驾考呀。欢迎你们来我们的课程里面刷题，跟我讲题目都是一样样的啊。我讲一些方法，一些理解性的方法，它下面都有题目解析，有高手指点，还有精华点评呢。关键是还有菲菲教练给你独家讲解哦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啊，记得你一定要下载这个蓝色的驾考的架子的原背驾考，听见没？因为有两个，一个是方向盘的，一个是这个啊，一定要下载这个，看清楚，再看一遍，嗯啊，看见没？不要只盯着我脸看了啊，看这个蓝色的驾考的架子哦，听见没有哦？不能让我白白献出一个飞吻哦。来，去下载吧，不要下载错了啊。原背驾考是余霜小姐姐代言的，最近呢也是比较火的啊，也挺火的。来看一下这道题啊，这样在路边临时停放车辆有什么违法行为来了啊？违法行为来喽，宝贝们。A P 对，它是一个独立的 A P P 啊，它不是一个资料。
它也不是什么一个单门的课程，它是一个非常稳定长期 APP，不会说啊，你买一个会不会过两天封了，过两天下线了什么之类，不会的啊。它里面不仅能考试，还能报名，还能去买车，跟很多我们一些正规的官方通道，它都是有合作，跟咱们交管123也是能有合作，你可以从里面去报预约考试，可以从这个原备驾考去查成绩。和一些官方的通道，它都是有合作的，宝贝儿，而且还能够直通我们与斗鱼的直播间。你想想看，它可能随随便便就下了，随随便便就没了吗？不会的，你放心好了啊。哎，写出来，A 的也来了，荣幸啊！虽然我自己考的是 C1，A 的也来看我考试的话，荣幸啊，荣幸！来看下这道题，大家选起来啊，答案可以挑起来了。有什么违法行为啊？这道题是有点难度啊，直播间可能也是第一次讲这种类型的题，来看一下。他在这儿停车啊，肯定是不能停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题目都说他有违法行为了，对不对？肯定是不能停车的。那为什么不能停车啊？以前都是我懂，我知道啊，并不是说你们以前用的不好或者什么之类的，只是告诉你们最近有个新兴的一个原备驾考，它挺火的，还挺不错的，你们可以去对比一下，对吧？想用哪个用哪个，可以对比一下啊。只是告诉你们有这个渠道而已，而且还能看车，还能买车啊。它里面一些车型呢，题目也是非常丰富的啊。来看一下这道题，是不是以前没有见过？如果说这个题目你以前没有见过的话，你放心好了，不是我们原被瞎编的，我没有那个时间去给你编题目啊，肯定都是车管所它里面有这个题目。以前没见过，可能是你没有刷我，或者是其他 APP 没有更新啊。咱们这个 APP 的话，只要车管所题目有一题更新了，我们马上给你免费实时更新上，紧跟时代步伐，不会让你们错过任何一道新题啊。因为大家也知道，新出来的题目呢，一般都是考的概率是比较大的，对不对？毕竟是新出来的题啊，要推广，让大家知道这个考点啊。选 B 的，选 D 的，这是假透肉，就你们看到肉色不是我的肉，它其实是里面一层肉色的袜子啊，叫做假透肉。嗯，动车 B 的、D 的，放大图片看看是不是？好嘞，没问题啊。来，图片放大给你们看一下，你没发现它路边停的这条路牙子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啊，有宝贝选 B 的，是不是？坑你吗？什么叫坑我吗？啥叫坑我？要 K 我吗？来看一下。我们看你们选啥啊？有选 B 的，看一下，B 是停车占用机动车道，还有选 D 的，我看 D 是啥啊？D 是对了，在 D 呀、啊，这道题正答案就是 D 选项。我们看一下啊，选 B 的宝贝是比较多的，你图片中看不出来啊，能看出来它是机动车道啊，但是这道题考的不是机动车道，它考的是你看有禁停标线路段停车，禁停标线在哪里啊？图片放大看一下啊，图片放大看一下，禁停标线在哪里？有没有看到咱们这个路牙子啊？路边缘石上面有个黄色的线，看见没有？这个黄色的线呢，它就是禁停标线啊，就是禁停标线。来了，欢迎空哥，好久没来了，空哥，马上控制不住你了啊，空哥，这么久都没有来了，是不是马上都要我要控制不住你了啊？来，黄色路牙子，对，黄色路牙子，我也喜欢这样说，黄色路牙子。其实人家叫什么路缘石啊，黄色路牙子，不能停，对，肯定是 D 选项。什么叫能坤是啥呀？我只知道本命有鱼，其名为鲲，不知道你说这个是什么鲲。来，黄色路牙子是不能停车的啊，禁停标线，我选 B，我就说真服你了，为啥？啥 B？咱们这道题选的 D 选项啊，选 D 选项，说 B 为什么我要说我的腿？我腿这么粗啊，我一般不会说让你们看我腿的，我腿太粗了啊。来看一下，捧杀为什么要捧杀我？来，我不是明星啊，宝贝儿，我就是一个小教练而已啊，我就是一个驾校的小教练啊，我不是什么明星宝贝。来，咱们这里选的 D 选项啊，在有禁停标线的地方去停车。来考考你们，扣几分？扣分题来喽，随时随地的扣分题啊，宝贝们啊，只要我在课上补充的考点都会考的啊，像这个扣分题的话也是会考的哟。在一些路边，你看。黄色路牙子旁边停车属于违法行为，那扣几分呢？有没有宝贝知道的呀？天天长了就好啦，尽量吧，因为毕竟我还有很多短筒鞋，我还有运动鞋呢，我得给他们机会，我也得穿穿他们，是不是？但长筒鞋也是比较多的啊，已经长筒好多天了，分开看是不是？左右分还是上下分？怎么分？来扣六分的，我还以为真的是捧杀呢。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三分的没错啊，注意一下是三分啊，宝贝们扣三分啊，扣三分。因为其实这道题它是属于什么违反禁令标志啊，注意一下，这个有一道题是选择题的，有一个选项就是这个选项，违反禁令标志或者是违反禁止标线的啊，
违反标志、违反标线，你看这道题，它是不是就是违反标线停车了？所以咱们是扣三分啊，三分，还没有扣6分那么难啊。其实咱们停车的话，你就是如果你说你在路上违停的话，最多也是三分了吧？我觉得3分200块钱可能啊，每个地方的话扣的钱是不一样的。像广东深圳那边的话，就扣的比较多。来看一下啊，违反禁停标志、违反标线的话，咱们是扣三分的啊。如果说这道题旁边有一个禁停的标志牌的话，也是扣三分啊，也是扣三分的。所以咱们这道题是选择咱们 D 选项啊，D 选项，六分过分了，对，六分也太多了啊。知道什么？跟什么 dormer 不知道，我都读不出来。那考我英文的吗？郭芙蓉不是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郭芙蓉吗？是那个郭靖的女儿吗？违停不扣分，罚150。注意一下，这个违停是扣分的啊，因为这道违停的话，它路牙子有个黄色路牙子啊，路边石，这个叫违反禁令标线了啊，它是扣分，而且是扣三分的，宝贝儿，扣三分啊。来下题，扣六分有哪些？是不是？来给你总结一下啊，今天有宝贝问，给你总结一下，咱们原配的宝贝正好也可以听一下啊，因为这边斗鱼的有人在问扣六分扣哪些？扣六分的情况，科目一常考的啊，第一个。闯红灯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一个红灯六分，是不是？闯红灯扣6分啊。第二个常考的，不按照规定避让校车，就是不避让校车啊，不按照规定避让校车的，记住啊，不避让校车也是扣6分的啊。第三个，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啊，六违，所以六分和违很多违字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啊，六违，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呢也是扣六分，这三种情况是科目一非常常考的啊。咋又开播了？每天2节课啊，宝贝儿，谢飞。我每天2节课呢，每天下午3点到5:20，5点20，晚上9点到11点20，3:9时间啊，3:9:39。啊，请问主播每天几点开播？刚好我这会儿就说了，心有灵犀啊，正好我说你就问我了啊。下午3点，晚上9点开播，每次播的话播2个多小时这样啊。来六分情况给大家总结过喽，总结过了，小小洞是的，有个小洞啊，就别看洞了，再看再给你们看这个洞就不好意思，这个洞越变越大了啊。咱们看题目了好不好？这么精彩的题目你们不看吗？真的不考虑看来做一下题吗？这么精彩，好薄呀，不薄，宝贝儿，它是假如肉里面锁嘎，懂了吧？锁嘎，哎，它里面不是我的肉哦，它里面是一个袜子哦，它是个假脱肉加厚的，乖乖，不是你想的那黑丝儿啊，不是丝儿了，冬天了没有丝儿了啊。来下一道题啊，在距这段路多少米内的路段呢，是不能去停放车辆的。来，刚才我在讲速度，就是有一个30米啊，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时候，有个宝贝在主播说啊，占30口50，这个才是占30口50啊。真正的占30口50来了，来把我驾照撕了，重新考，你会后悔的。你别有哪一天后悔，然后来把我撕了，你会后悔的，宝贝儿。你现在去考一下驾照就知道了，驾照现在真的太难考了。如果你十几年前考的，你觉得哎呀还挺轻松的嘛，感觉我一把过，科一科四也没花多少钱就过了嘛。你现在去考试试啊。比之前难考多了啊！你现在别撕了，驾照后悔来把我撕了啊！来看一下啊，再开一点，来看一下这道题，图片放大啊，图片放大，距离这个图多少米之内不能停车呀？来，咱们认一下标志啊，这个是科目一典型的一个标志题啦。这个标志是啥？一个箭头向左指，这是什么呀？一级二反三连去，所以它是一个向左的一个急转弯啊，它是一个急转弯。向左的一个急转弯，宝贝儿，那咱们看到这种急转弯，像一些急转弯路口啊、铁路道口啊、交叉路口等等之类的啊，这些咱们属于什么？这才是占30口50啊，口50米啊，宝贝儿，后面跟的是米啊，米不是此米，都有玩儿去，好嘞，欢迎你啊，此米不是1块钱2块钱的米，是米数，是距离啊，距离口五十就是说。距离我们这个铁路道口啊，或者是交叉路口啊、急转弯路口啊等等啊，50米之内呢，咱们是不能停车的啊。来，50米在 D 选项，所以咱们主要是选 D 选项，50米之内不能停车啊。占三十呢？对，50米啊，这个米不是块钱，不是钱，是米距离啊，米数。占三十就是像一些公交站台啦，或者是消防站啦等等之类的啊，距离他们的话是30米之内呢是不能停车的啊，这叫做占30。口五十啊，口五十，那其实很多情况都是50米，那你用排除法就行了。除了占30米啊，像消防站、公交车站，其他大多数呢都是50米啊，都是50米，宝贝儿。所以让你选的 D 选项啊，哥哥，哥哥，5米的话太近了吧，宝贝儿，哥哥，5米太近了吧？你直接停在急转弯路口好了呀，你还5米，5米太近了啊，直接停在家门口好了呀。来，所以咱们这里是选的50米啊，选的 D 选项。好啦，理解了不？占30口五十啊，经常用啊，经常用，考试也经常考啊。来看一下口五十，这主要是站啊，站的话比较明显，像公交车站、消防站什么之类的，
口的话有些像急转弯口、路口啊，急转弯路口啊，它可能没有非常明显说到口这个字儿，但你要知道它是个路口啊，是不是？还有看错咱们这里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有来正经学习的宝贝啊，有来正经学习的，也有来可能来正经来学车速的啊，也有来学车速的，有来学理论的，有来学实操的啊。来，我来了，欢迎孤独啊，欢迎孤独，来来来，上晚自习了，是不是？真的是晚自习，我发现我们这晚上真的可以算作是晚自习了啊。老师不累吗？还好，有你们陪我一点都不累啊。我一般的话直播2个多小时都不带停的，都不带停的啊，水都不带喝一口的。来，下一题啊。驾驶小型载客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时速超过100公里的时候呢，它的跟车距离是多少啊？考跟车距离了，这个也常考啊。其实之前给你总结过好多次它的考点和知识点了，每次考法都不一样。科目四也有考过这道题啊，赏景的是不是？谢谢啊，谢谢你，这是夸我，把我夸成一道风景，是不是？所以不管你真的是正儿八经来学车的，还是来赏景的啊，我都非常欢迎你，对吧？你看我语速已经很快了啊，已经尽力照顾到每个人的感受了。不管你是来学啥的啊，都会照顾到大家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回复你们的时候呢，语速会稍微快点，所以你跟上我的语速啊，跟上我这个车速，要来直播间的话，稍微要适应一下咱们的车速啊，不要晕车了。讲题的话，我可能会稍微慢一点讲，仔细一些啊。讲仔细些，所以不管你们是来干啥的，都可以来，对不对啊？都不会白来的啊！不让你们白来，既然来到我直播间，就是对我的信任，那我得对你们负责任啊，是不是？来，选 D 选项，我们看一下，保持100米以上，这个时候注意一下啊，车速超过100公里了。来，其他宝贝没有知道了吗？没有知道这道题的吗？选 D 的，好多人选 D，是不是？哎，好了，我们总结一下啊，车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的，咱们车距必须保持在100米以上。为什么？你想车速100码以上，车速很快了。但是车速比我们直播间的车速可能还要更快一些啊！车速太快的话，咱们要保持安全距离要稍微大一些，跟车距离要稍微大一点。这样的话，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刹车呀或者干嘛的，我方才有距离去反应，你知道吗？否则你跟得太近的话，前面车突然一刹车，你就很容易追尾了啊！这样说能理解不？所以速度啊越快，咱们车距反而更要大一些，100米。那如果是速度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下呢？这个是超过100公里的，不超过呢，就是在100码以内的速度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们那个车距啊，车距保持在50米以上就可以了啊，保持在50米以上就行了。所以100码呢，是咱们划分这个的一个界限啊，划分它的一个界限。超过100码的，咱们要车距要保持在100米以上；不超过100码的啊，车速比较慢，那咱们的安全距离呢，跟车距离可以稍微近一点，是不是就没有必要那么长了啊？那么长了，咱们保持在50米以上就可以了啊。虽然这道题没考50米，但是其他题目也会考的啊。两个考点啊，两个考点，来2秒钟时间，大家可以自己吸收一下啊，自己吸收一下，记一下。你让我爱上你们，你要对我负责，那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妥妥的，妥妥的，你负责啊。那你再关注我一下，否则我以后想对你负责，我都找不着你人啊，找不着你人。老师，我还真没学驾照，是不是？那可以啊，那感情好呀。如果你是在教你的，可以来找我报名；如果你不是教你的，你可以先去报名，然后来找我学习啊。我主要是教大家科一科四理论的啊，科二科三的话就要交给你驾照的教练去了啊，交给更专业的教练去了。大学刚毕业，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咋没学？毕业以后别人都在找工作，都在面试了，你还要去学车，多惨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咱们这边如果是有大学生的啊，我建议你们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把驾照学了。毕竟你上课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没课，或者寒暑假的话就把车学了，否则你等毕业以后，别人都找工作、都在实习、都在开始工作了，你还要去学车，比较浪费时间啊！教学了5道题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是从110几题讲的吧，十几道题了，怎么可能只有5道题啊？我的速度肯定不可能那么慢的，你放心好了啊，咱们直播间速度还是很快的啊。来，这道题选择咱们 D 选项啊，保持100米以上。刚才给你总结考点，有了解不？如果没听懂的宝贝，记得给菲菲教练讲啊。没听懂的要记掉，及时跟我讲，否则题目过了就过了啊，过了就过了，宝贝儿。来，下道题啊，下一道题，来我们看看题目啊。现在讲是易错题，所以它里面题型可能比较多啊，它里面考点知识点我们夹带也比较多。不像我们之前讲的是分类题型，可能这节课就只讲扣分题、只讲罚款题，考点知识点可能就那么多。我们现在讲易错题，它考点知识点比较多啊，所以大家要跟上咱们车速，要记笔记的可以记记笔记啊。10点下班直接赚取舞蹈。服装满分，舞蹈我不会跳，我一跳就广场舞大妈了。我跟你讲，直接就成大妈了。我不跳舞还能混个18岁，我一跳舞直接大妈了啊！有驾照能学吗？能学啊！咱有驾照的可以来直播间复习温习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，对不对？以后你学法免分啊，对吧？现在各个地方都有政策可以学法免分了，你也用得上啊。学法免分，你要去考试的话，要免分的话，不也用得上咱们这些知识点考点吗？对不对？来，这样大家可以先做一下答案啊。
现在答案选 D 的，宝贝儿，特别是好看的，谢谢，感兴趣。废话，那是你是男的，当然对女人感兴趣了。你要是男的对男人感兴趣，我还有点害怕呢。选 A 的啊，有选 A 的，有选 D 的，有啥离谱的？我也不感兴趣。是男的对车不感兴趣，为啥？就离谱啊，就离谱啊，很正常，很正常啊。你只要对别对男孩感兴趣啊，也就算正常的了。其实你现在对男孩感兴趣也没啥，这个社会真没啥，很开放的啊。来，选 A 的，选 D 的，我们看一下啊。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遇到能见度的题目，来看一下。一看这个高速公路能见度，我就知道它是什么题型了啊。遇到低于啊能见度低于200米的气象条件的时候，最高车速不能超过多少？来，能见度，高速公路能见度题是最简单的题目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技巧太明显了啊，太明显了。有没有人知道的？来，200的，有没有人给我扣出三个数字的？跟我说，喝了酒只要不被打，就不算酒呀？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宝贝儿。当然不是啦，你心里知道不要这么做。正能量，正能量，正能量，宝贝，喝车不开酒啊！不，是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啊！你不能喝错东西了啊，不能喝车啊，不能瞎喝。来，这里选 A 选 D 的啊，来看一下，2什么呀？261，宝贝们，有没有人听说过这几个数字？261，还有145，还有啥？还有520啊！三组数字能够把咱们高速公路能见度所有题目通通搞定，通通拿下。215，怎么是215了？注意不是啊，你拿下是拿下，但是你不能背错了啊。二的话是261、145、520啊，520三组数字，有3位数啊，3位数数字。喝车不开酒，喝酒不开车啊，不能瞎喝，不能开瞎开啊。有男朋友吗？主播没有男朋友，目前单身，否则我这么晚还在上课呢，我早就陪男朋友去了啊，对不对？没有男朋友才给你们上课的呀。都开始喝车了，没喝啊，没喝。我一般不在直播间喝酒的啊，给你们树立好的榜样，不在直播间喝酒啊。来看一下，毕竟我要在直播间开车，是不是？怎么能喝酒呢？来，261啊，什么意思？咱们三组数字，每第一位数啊，听清楚了，第一位数代表就是能见度，能见度啊，这是第一位数，能见度。第二位数代表的是最高车速啊，就是这个车速不能超过多少，最高车速啊，车速。第三位数代表的是车距，车距啊，来听听啊，我把三位数字的每一个数字的含义给你去解释一遍啊。来，261第一位数，咱们能见度低于200的时候，所以是二开头的啊。能见度低于200的时候，车速呢不能超过60公里每小时，所以是六开头的六。一呢就是车距必须保持在100米以上，注意了，我说的是以上，对吧？能见度比较低，车距要稍微大一点。如果有一些选项跟你说100米以内的话，千万不要选错了啊，一定是100米以上。这个是261的含义。来，接下来145啊，145能见度是100米的时候，所以一开头的，咱们车速呢最高车速啊，车速不能超过40公里每小时，所以这是第二位数，四开头的啊。那第三位数，车距必须保持在50米以上。这个是五，这个是145，能听懂吗？我稍微慢一点啊。来，接下来是520，520的含义呢，就是咱们能见度在50米以内的时候啊，咱们车速不能超过20公里每小时，所以它是二。零呢？零其实它是用了一个谐音梗啊，零它就是离开的意思，零就是零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咱们就不适合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，你要找一个最近的高速路口啊，赶紧就是在20码的速度下高速。驶离高速公路啊，驶离高速公路就不能在高速上行驶了，因为这个时候能见度只有50米了，太低了，看不见了啊，看不见了，宝贝们，赶紧离开高速公路吧。这个就是261、145、520三组数字啊，卡了，我这边没卡，宝贝，一是有你我没卡，其他人有卡吗？如果只有一个人说卡的话，应该是你那边卡了，赶紧切换一下啊，您切换一下。来，高速公路能见度的题目，这三组数字是非常重要的，只要看到高速公路能见度，马上脑海里就闪现这三组数字，所有题目通通搞定。来，比如说这道题，能见度200米的时候，咱选的是多少呀？261啊，选60啊，对不对？选60啊，所以这道题答案就是 D 选项，就这么简单，简单不？如果你说没有这种方法，又200，又60，又100，还有40，还有50，还有20，对吧？你搞来搞去根本就背不住，根本就记不下来了，所以这一个方法还是非常实用的啊，还得选 A， 还有宝贝在选 A 的，来选 A 的宝贝是不是刚进来啊？刚进来注意一下啊，261第二位代表是车速，来我写这儿了啊，第二位数代表是车速，所以这道题问你最高车速是多少时候？261它是第二位，车速在第二位是60啊，60在 D 选项，所以咱们这道题正确答案就选 D 选项啊。我就希望能卡，卡了吗？真卡了吗？我没卡，我这4G都没有卡啊！你们是假5G，你们是假5G啊！我4G都没有卡哎，怎样才能追到你？是不是？你先关注我再说吧，好不好？你都不关注我，是不是？你还想听我呢？哼，下次想找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啊！
来，你单身，我单身，不如打野去结婚。单身人多了去了，那我要跟多少人结婚呀？一边看你教学，一边弹吉他，给老师听，给我听吗？我没有听到呀，还是给其他老师听？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待遇？哼！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卡了，大家都卡了吗？怎么脸忽大忽小？好恐怖！怎么会呢？我直播间没有开瘦脸啊，看一下，这是我的笔直的笔啊，我直播间没有开瘦脸，也没有开瘦腿，没有开瘦身啊，什么都没瘦，所以我就很胖，所以我才很胖，什么都没瘦啊，宝贝儿啊。拦不住了是不？拦不住，别拦他啊！等他去了医院做手术了，他就知道后果了，他就知道车速不能那么快了啊！听懂了吗？没有听懂，宝贝儿跟我说一下，听懂的扣个一，我们就过了啊！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是选的 D 选项，有没有人不了解为什么选 D 的？它里面是比较多的啊，但是你放心，三个数字题目全搞定啊，全搞定。你可能以前在别的地方没有听过，但是你来了我直播间，这个方法只要是我说的方法，你们都是可以去用的。考试随便用啊，考试也能用，放心用，你不用有任何怀疑啊。而且它能够又快又对的让你选出正确答案，是 D 选项。来，如果听懂的扣个一，我们就下一道题了啊，扣个一是吧？好，听懂，下一道题了。9637，拦着点，拦不住的话，你就让他接着去飙车速吧。等他失忆了，他就不这样了啊！来下一道题啊，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是选 D 选项。我清屏了啊，想截图截截图，想做笔记做做笔记啊。感觉太强烈，已经虚空传递了是吧？来下道题啊，下道题，我们看这道题，都是二六一，都是这个方法。你看数字记忆法啊，这里有。如果刚才我跟你们解释的数字记忆法没有听到没有关系，我说的所有的方法，包括它的一个含义，看一下啊，在咱们下方的题目解析或者精华点评高手指点里面都有。原贝这边宝贝可能因为字太小看不太清楚啊，反正没关系，你们已经下载原贝架好了，可以自己看，每道题下面都有啊，数字记忆法261啊，261有解释的宝贝们，咱们都有的宝贝，如果想知道我用的是什么的啊，看一下咱们这个抱枕啊，同款抱枕叫做原贝架考，记得一定要下载这个蓝色的架考架子，原贝的架考，听见没？同款啊，一模一样的这个 logo。不要下载方向盘，方向盘是不对的，进不到我们直播间哦，不是我用的这个哦，听见没？你去刷题目的时候，如果你刷到这道题，你会想起来我当年讲过，是不是有一种重回旧地、重温的感觉啊？感觉我这道题是不是我讲过，我也给你讲过，而且我也点过这个方法，是不是？我也说过这个数字记忆法啊。好了，我们下道题了，自己去看吧。如果刚没听到的啊，没听懂的，自己再去题目解析看一下啊。来下一道题。欢迎新一这边宝贝啊，没有点关注可以给推荐点点关注啊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因为题目比较多，所以语速可能比较快啊，但讲题目的时候呢，你放心好了，题目肯定给你讲清楚了，就是回复你们评论的时候可能回的比较快啊，你们要知道我在回谁啊。下一题，驾驶机动车，好了来了啊，正好来了，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啊，能见度题又来了啊，高速公路能见度低于100米的气象条件时候，最高车速不能超过多少？来，这道题你们自己做一下。刚才我在讲261的时候，100米的口诀是不是也教给你们了啊？所以这样来检测一下，抽查一下自己刚才有没有吸收进去。方法告诉你，你要自己会用啊，要会用，抽查一下吧。我怎么知道可见数多，能见度是多？我怎么知道能见数多，能见度是多少？是不是？这个是能见度，宝贝儿，题目会告诉你啊，是不是？最简单的问题啊，又不用你自己去测，题目告诉你了，题目告诉你是100米啊。百思不懂，不小心破了个洞了，好不好？比较就是勤俭节约啊，勤俭节约，能将就穿就将就穿了，选 A 的40，选 A 的啊，选 A 的145，对了，那个洞我知道啊，你看看题目是不是不看不清？我身上只要多了一个洞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洞啊，你们都能发现，火眼金睛啊，真是，你们是不是孙悟空的传人？来，选的 A 选项，没错啊，145，对吧？1口诀啊，打出来145是不是？来，能见度在100米的时候呢，咱们最高车速第二位数啊，最高车速不能超过40公里每小时。车距呢，车距必须保持在50米以上，记住了啊，是上以上，不是以内啊。题目如果选择题的选项它是以内的，记住不要选它啊，是保持在以上。被谁扯破的？是不是？如果真的是被别人扯破的，你觉得会扯破这一点点吗？你整条都不在了，是不是？会只有这么一点点吗？对不对？是你的话，你会迟那么一点吗？是吧？来看一下啊，所以咱们这里选的 A 选项，棒，太棒了啊！听一遍就会了，太棒了！就你们这个学习领悟能力啊，没问题的，考科一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。这道题145啊，我就不多说了，看一下，下面应该也有数字记忆法啊，这有个数字记忆法145啊，数字记忆法145，自己去看吧。直播间我就已经讲过，我就先不讲了啊。男人目光总是惊人一致，要不然怎么是男人呢？对不对？要不然怎么都是男人呢？惊人一致，差如果基本上能发现我这个小动作，应该都是男生吧？就是男人吧，对不对？来往下走啊，驾驶人违反交通运输法律法规，发生重大事故，使公司财产遭受损失的，可能会受到什么处罚？来，刑法题了，你看
易错题里面是不是各种题型都有？所以易错题是非常值得你们来学习的啊，各种题型都有，而且我速度也是比较快的。关键是我在讲这个对应题型的时候，会把里面所有的考点都补充给你们啊。刚才讲的是高速公路一个能见度的一个问题啊，能见度的问题，现在是刑法题了，来，刑法题来喽。来，咱们驾考不仅考点医学，考点物理，考点化学，考点生物与自然，还考点法律啊！考点法律，刑法题来了。这科几？科目一，宝贝儿，现在是科目一的一个就是易错题啊，科目一的易错题。欢迎心怡这边宝贝哦，科几啊？科一哦，科目一的易错题哦，选 B 的是吧？频率可以快一些，有些着急，明天考了，已经很快了。我的嘴巴，我感觉我的嘴巴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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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个没完，讲个没停啊，又讲上又有个是吗？哎，真的呀，你厉害了。这右脚伤我还没发现呢，我真的是佩服，佩服啊！五体投地，马上我就五体投地了，真的这么小个洞，我自己都没发现啊！真的我自己都没发现，这科三讲的真仔细，我这科一啊，科三怎么讲？科三是实操，科三是路考，我怎么讲啊？对不对？科三路考讲不了啊！我现在讲的是科一，对，科一科四啊，咱直播间就是讲科一科四，今天讲的是科一，明天讲科四，后天讲科一，轮着讲啊，来日讲，轮回着讲啊，兄弟们又来学，必须的啊！兄弟们怎么可以落下一节课呢？对不对？您落下哪一节课就看不见小洞洞了啊！这道题选 B 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选 B 的，还有选什么呢？都选 B 的啊，都选 B 的，没错啊！你们选 B 的是不是有什么方法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来，首先我总结一下刑法题的三大啊，刑法题的三大那个区间。来，咱们要看他是判的什么，就是我们是毕竟是驾考，所以我们不会考那么详细，什么判也行，判个1年零两个月，1年零三个月，不会判那么详细。所以咱们就三大区间啊，是以他有没有逃逸来区分的。如果是未逃逸啊，未逃逸的情况下，你看题目是不是说的没有逃逸啊？未逃逸的情况下，咱们就是3年以下。如果是先死亡再逃逸的，咱就是3到7年。如果是先逃逸再死亡的最严重啊，先逃逸，哎妈，死字不会写了，先逃逸再死亡的就是最严重的，直接7年以上啊！注意一下，我直播间讲的一些敏感词啊，什么吸毒、死亡之类的，全都是因为讲课啊，全都是因为讲题目没有办法的一些敏感词，我们避免不了了，避免不了，因为我要讲题，我总不能说讲这个字，我哔哔哔哔哔，逃哔哔。啊，什么 BB 逃，让你们听不懂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一些敏感词就是用来讲课的啊。先逃逸再死亡是最严重的，为什么？你不逃逸的话，人家还能捡回一条珍贵的生命，是不是？生命是如此珍贵啊，对不对？就因为你逃逸了，别人好了，一命呜呼了，没有生命了，那怎么办？你的处罚是很严重的啊，直接7年以上，你这辈子逃不过内心的谴责了啊，直接7年以上。这就是我们整个三大的啊，三大时间区分就不会考得很详细，就给你个时间概括啊，3年以下，3到7年，7年以上这个时间概括啊，记住了。所以这道题你看是不是没有说逃逸？所以咱们就选择3年以下的徒刑或者拘役，这道题就选择 B 选项啊，B 选择咱们 B 选项，没说逃逸，所以选 B 选项啊。所以这是就是从第一个方法，从咱们如果是来理解解析题目的方法的前提条件下啊，你看这么多是不是有些宝贝有没记住？有没有记住，宝贝？有没有忘记了的？那接下来我就要跟你分享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一秒钟答题啊，秒答题，一秒钟答题了，是不是太特别快？一秒够快了吧？不能再快了啊！一秒钟你很快。来，注意一下刑法题的一个技巧啊，接下来就是答题小技巧分享时间了啊。来直播间，理解会讲，技巧也会讲，理解为主，技巧为辅。宝贝们，不支持你们去投机取巧，但是你们有如果有一些好用的一些小方法在心里藏着，用来检验你们答案是否正确的话，也是很棒的啊。来，刑法题注意一下。判断题啊，这道题虽然是选择题，但是判断题的话，刑法题也会跑。判断题，比如说他这个驾驶人违反什么什么规则啊，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没发现最后两个是拘役，对不对？你前两天也讲过啊，前两天也讲过最后两个字啊，判断题只要最后两个数字、两个文字啊，它是拘役的，我们就直接选正确。如果最后两个字不是拘役的，它是什么徒刑啊什么之类的啊，最后两个是徒刑的，咱们选错误。拘役是老大，奖牌再放大点，我眼睛看不清楚。奖牌什么叫奖牌？感谢梅梅的点赞，谢谢啊！什么叫奖牌？是我写的字吗？没，你看不太清楚的话，没关系，我嘴巴里会讲，我不是聋哑人，我也会跟你说，好不好？我尽量说的详细一些啊，说详细一些，因为有些人觉得我字比较丑，看不懂，尽量说的详细一些啊。对，一个小时弹幕全是懂，好吧？看大家的眼睛都在这儿啊，赶紧回过来嘛，回过神吧，好不好？咱们还是要以讲题为主，宝贝们，中心点是他啊，感谢宝贝的点赞。来看一下，最后两个是拘役的选正确，徒刑的咱们就选错误。来，接下来就是我们选择题了，刚讲的是判断题的技巧啊，选择题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相同之处呀？你们刚才选的 B 选项，你没发现 B 选，哎？
我也有句是不是？所以咱们总结下来方法就是，选择题有句直接选句就行了。句在哪个选项我们就选哪个选项。你看这道题句是不是在 B 选项，咱们就选择 B 选项。这个方法是全部是可以用的啊，考试放心去用。判断题看到句直接选正确，选择题看到句直接选就可以了啊。咱们斗鱼的宝贝干啥呢？都在干针线活了是不是？斗鱼宝贝现在怎么没有人给我答题了啊？没有人答题了，哥几个怎么这么安静了？我也感觉很奇怪，我感觉你们一干好家伙，我感觉你们一安静就是没干好事儿。就是在干针线活，没干好事儿，是不是？来，所以咱们这道题选择咱们 B 选项啊，B 选项选有句直接选句就行了啊。正确怎么理解？正确的它一个考点知识点刚讲过了啊，不要说我什么只讲方法什么之类的啊，肯定会讲知识点的，理解为主，技巧为辅，宝贝们。来下一道题啊，下一道题换新题型喽，换新题型，乖乖来看一下啊，换新题型了。三乘一的选最长是不是？你这个方法的话不适用所有题目啊。不适用所有题目，但有些题的话是可以用，但不适用所有题目啊。来，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啊，又是一个新的知识点，扣车的啊，关于扣留的一个问题了，关于扣留车辆的一个问题了啊。来，斗鱼宝贝，咱们动起来了，都在下面偷偷摸搓摸搓干啥的？在凑钱给我买袜子是不是？谢谢，感谢啊，感谢，辛苦了。哎，咱们是都忙着众筹给我买新衣服穿是吧？看我太可怜，来朗动是不是？来，这道题我们读一下题啊。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有哪种情形，交通警察可以依法扣留车辆？扣车题啊，咱们总结一下：人无证不开车啊，就也就是说你没有驾驶证不能开车，否则就无证驾驶了。无证驾驶什么处罚？首先会拘役你这个人啊，把你这个无证驾驶人拘起来；其次呢会罚款啊。那人无证不开车，车无证不上路。如果你车上路的话，一定要有五样东西啊，五样东西。来，两个证书，两个证啊，不是证书，两个证，两个证，一号牌，一号牌啊。来，两证，其中两证呢就包括驾驶证、行驶证。驾驶证就是你们现在在考的，报名考的就是驾驶证。行驶证呢就是车辆行驶证，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车辆的驾驶证一样，它叫做行驶证啊。车辆行驶证，看直播只不过是因为打游戏的时候不想让手机显得好累，没关系，你放着也行，你放着让我的声音陪伴着你也可以，是不是？让我陪伴着大家啊，你们打游戏啊或者干别的事情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或者是看剧的时候，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打开，让我的声音陪伴着你们啊。来，选 A 的，选 C 的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放下弟弟生活，你要先让人家完事儿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让人家干事干活干了一半，弟弟成佛了，让人家先完事儿了啊。来，选 A 的，选 C 的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两证。两制啊，接下来就是两制的第一个检验合格标志啊，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年检，每辆车都是要有年检的。这个如果是新手的话，或者是一些就没有车辆宝宝可能不太清楚啊，那我给你讲一下，检验合格标志呢其实就是年检啊，年检。来，保险标志，保险标志就是每辆车的话，它其实都是要交加强险、强制险的，这是必须要交的，必须要交的。如果不交怎么办？如果不交会罚款，罚多少倍？罚2倍啊，double care，又是你们最喜欢的啊。如果不交这个强制险的话，被抓到的话会罚款2倍啊，2倍，宝贝们，这道题也会考，你不要以为我在说废话，这道题罚款2倍，这道题也会考啊，所以强制险是必须要交的啊。来，一号牌我就不多说了，其实就是我们的车牌号，每辆车必须要有车牌号的，你不悬挂车牌号，不仅会扣车，还会干嘛？还会扣分，扣12分呢。不悬挂车牌号，扣12分啊。因为有些宝贝说，哎呀，那我刚新买的新车没有车牌号怎么办？你可以上个临时的车牌号，会有临时车牌号的。如果你临时车牌号没弄到手的话，就不要开车了呗，就不要上路呗，对不对？这么体谅大众，那必须的，不看我是谁，我是菲菲教练，是不是最体贴啊，最体谅你们的啦？肯定要跟你们完事儿，是不是？或者说不完事儿，就把你们半，让你们那个半吊子，多不爽啊，对不对？懂的啊，都懂的。来看一下，这是五样东西啊，注意一下。好了，你们来选答案吧。五样东西已经跟你讲过了，那你接下来选答案吧。有选 A 的，有选 C 的。来，A 选看一下，机动车登记证书。我刚才两证一号牌里面有登记证书吗？没有，没有登记证书啊。没有机动车登记证书，只有机动车的行驶证啊，只有行驶证，没有登记证书啊。来，未携带保险合同，有没有人选 B 的？之前现在可能今天可能没有啊，今天可能没有。之前讲课的时候有人选 B，哎，他一看保险，他就选了 B 选项的合同。宝贝们，咱们保险标志呢是你贴在车前风窗玻璃上的一个标志，圆的啊，谁会把合同贴在车上呀？你不觉得把一本合同贴在车上？不很奇怪，还挡视线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咱贴的不是合同啊，贴的是保险标志。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啊，不是 A，是 C。对了，是 C 选项。耶，欢迎弗洛哥，耶，
理解不？是不是学到了很多啊？因为觉得来直播间都是干货啊，讲易错类真的是满满的干货，因为各种题型它都会有啊，都会有啊。所以咱们知道你正确答案 C 选项啊，什么城市环保标志就不搭边了啊，不搭边了。所以咱们知道就选择了咱们 C 选项是我们的一个保险标志啊。那讲到这里呢，会有些很多人说，哎呀，飞飞教练，我们现在不是有电子驾驶证，对不对？电子驾驶证什么之类的啊？那我要注意一下电子驾驶证，它没有全国普遍。如果以后真的是每个人都有电子驾驶证，就全国普遍的话，那咱们这个题目的话，有可能是取消的。可能要等到几年之后了啊，因为现在的话没有普遍，所以咱们这道题还是保留的，没有取消啊，没有取消。电子驾驶证有是有，但是没有全国普遍啊。欢迎新这边宝贝，给觉得咱们教练讲的好了，来咱们斗鱼宝贝可以点点关注啊，直播间的宝宝可以点点关注，或者有卡的可以慢慢卡，对不对？长期来看题，有荧光棒的也可以甩一甩，有人头的都可以上一上啊。这样的话可以给咱们直播间加热，让更多人发现我们这个宝藏直播间。感谢大家支持啊，感恩，非常感谢你们支持和陪伴。把手机屏幕擦了，就为啥？手机屏幕为什么会给搞脏了？这么不小心啊？来，所以这里选择咱们 C 选项啊。原贝宝贝有听懂吗？两只一号牌啊，听懂的话我们就下一道题了，好不好？听懂扣个一，我们就下一道题了啊。每道题你没发现都有它好多考点，都有好多知识点哦，是不是？我一次性给你总结一下，给你总结在一起，这样的话就不会说哎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的啊，这儿一个那儿一个的。你像你们自己学习的话，或者你们自己去驾校。驾校的教练会给你讲吗？没人给你讲吧？你脑子里的知识点就是乱七八糟的，一团乱麻。来我直播间，我全都给你梳理成啊，全都给你梳理出来啊。会考的考点都会在直播间给你讲一下啊。扣个一，好嘞，那我们就下一道题了啊，下一道题喽。来，3年内啊，3年内有下列哪种行为的人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？来，不能考驾照的，其实就是不能申请机动车驾驶证，就是不能考驾照呗，是不是？那不能考驾照的一些年份、一些行为的话，我刚是不是全都给你总结过了？什么，比如说甲一、吊二、骗三、撤三、毒三、醉五、逃终生，像个顺口溜似的啊！刚都给大家总结过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既然总结过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验收成果的时候到了。来，验收成果的时候到了，随堂小测验、课堂小测验，抽查你们了啊！抽查你们了，看看你们的能不能又把针线活干好。又把咱们直播间的知识点给吸收好了，来，咱们原本的宝贝动起来了啊！如果刚没听过的宝贝没有关系，咱们可以先飘一下答案，答错了没事啊，一会儿我再给你讲一遍也是没有关系的啊，因为很多人可能刚进来，前面没有听到啊，没有听到。我现在能考98分了，那你可以，那你基本上考试不虚的呀，模拟考试90分以上的啊，考试就是比较稳妥的，比较稳妥的啊。哎，老婆，我睡了啊，睡了是吧？睡得挺早，没事啊。咱们早睡早起，身体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如果扛不住的，或者明天上班了，可以早点休息啊。讲的我汗都出来了。那咱们原贝的宝贝来挑挑答案了。如果说你这道题不会做的，或者是第一次见，有没有第一次见的？第一次见的话，你更要去做做题目了，因为你不排除你考试的时候有题目是你第一次见的，所以咱们要养成自己分析题目的一个好习惯啊，来考验一下自己的能力。到时间了哦，到啥时间了？我们是11点20下播，到啥时间了？早嘞，还早呢，还11个小时呢。我还行，精力充沛，我还行，最少也是90分。对，那最起码90分以上是比较妥的啊。选 B 的，选 D 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选 D 选项的。然后首先 A 选项肯定不选吧，是不是？美奶说冰凉，没事啊，你可以自己赚钱买一个，就是叫什么电热毯，那不就好了吗？指你试试，买个电热毯，买个暖宝宝不就好了？哎，很多选 B 的，很多选 D 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吸烟肯定不是的，因为抽烟的话，目前抽烟啊，不是抽烟还没有就是列为不能驾驶机动车啊。很多人都抽烟，是不是？你啊，很多人都抽烟，但是他们呢不影响你去就是学车啊。来 B 选项毒品，来看一下毒品你能碰吗？毒品肯定是不能碰的啊，毒品是肯定是不能碰的，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是其实是 B 选项啊。吸毒的话，如果你有吸毒的话，咱们呢是3年之内不能学车的。因为吸毒哎，是上升到毒这种东西的啊！直播间讲的这种敏感词，全部都是用于讲课的。再说一遍啊，我求生欲现在太强了，求生欲太强了，都是用于讲课的，宝贝儿。那吸毒是很严重的，对不对？咱们这种东西，咱们千万不能碰的啊！非同款吗？可能没有，也没有。你可以自己去定制一个，自己去制作一个，定制一个，好吧？来，所以正确答案是 B 选项。吸毒的话是3年不能考驾照，这个叫做毒三啊。来，C 选项，注射胰岛素。胰岛素的话，咱们是那个血糖的。是血的血助的是提那个什么什么提高血糖的吧，还是降低血糖的胰岛素啊？所以说笑起来把我心疼了。你这句话一说我就更想笑了，不能我笑点比较低啊，所以很容易有皱纹，我都控制住自己不要笑，笑点太低了。
来看一下啊，低血啊，所以心氧不全，心氧胰岛素的话，应该是降低血糖，还挺有血糖，跟血糖是有关系的啊。这个没事啊，这个不影响考驾照。来，D 选项，醉酒经历啊，酒醉经历，有很多人选 D 酒醉经历啊，注意一下，醉驾，就算他是醉驾，我们也是5年啊，你还记得不？醉五，甲乙丙在醉五当中，就算他是醉驾的话，也是5年不能考驾照。这道题是3年，那其实这道题 D 选项本身就不对，为什么？酒醉啊，酒醉经历，谁没喝醉过酒？我就问你，谁还没喝醉过一次两次酒呢？是不是？那我几年前我喝醉过一次，我现在就不能学驾照了吗？我3年就不能学驾照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是不是？咱们这个只是一个经历而已，谁还没有一段两段经历呢？对吧？不影响你学车的，你放心好了啊。你说你几年前啊，天天喝酒喝醉了有这个经历的，那我3年不能学车了？不是啊，不是。梦里见，好嘞，欢迎梅村啊，欢迎梅村，梦里见，希望你做一个甜甜的美梦哦。不知道你这个美梦是关于啥的梦啊？梦好一点，好一点的梦好不好？把我梦得漂亮一点啊。所以咱们不选 D 选项啊，酒醉经历这个没关系，谁没喝醉过是不是？是黑色假兔肉宝贝啊。所以这道题选咱 B 选项是吸毒啊，毒三啊，吸毒的话是3年内不能考驾照啊，3年内不能考驾照。胰岛素的话，有人知道胰岛素吗？胰岛素好像是提高血糖的还是降低血糖的？是一个血糖的，他打了一个胰岛素，应该是提高血糖的吧，降低血糖，特别性感，谢谢宝贝啊，感谢宝贝支持，这个就属于医学范畴了啊。妈，嗓子都有点疼了。好，接着讲啊，接着讲，来看一下这道题，驾驶啊，驾驶人因为服兵役或者是出国境等等原因啊，无法办理审验的时候呢，延长审验期限最长不超过多长时间？大家来看一下。就前两天还有人问我，还有前两天还有宝贝问我说："哎呀，他这个驾驶证到期了，不能审验的，他能不能延时？"那我跟他说可以延时，但是啊，你是因为有些事情没办法，你才可以延时，不能说随随便便就延时啊。要多喝冷水啊，为啥多喝冷水？你这是什么？你这是跟直男相反路吗？人家都是多喝热水哦，你多喝冷水哦。逮着直接先吊一下我这里，对，先吊销，吊销之后呢，3年之内不能考驾照。刚这道题是3年之内不能去考驾照的题目啊！我这么惨，在你的梦里我那么惨吗？孤独，梦里的你我那么惨的吗？来，咱们欢迎咱们原配的宝贝啊！原配宝贝，你们去题目的话，其实都是能看清楚的啊，都能看清楚。再给大家说一下啊，有时候我在回复评论，我不是在回复废话，因为我本身是在斗鱼直播的，我们斗鱼 ID 叫做"菲菲驾"，你可以关注一下啊。平时我不上课的时候呢，比如说周六我休息的时候，会有一下其他直播，就是日常生活类的直播，比如说户外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比如说带你去出去逛逛之类的啊，日常生活类直播，带你们去我家里逛逛的之类的啊。所以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斗鱼 ID 叫做"菲菲驾"，因为你们在原配的话，只有我上课的时候呢，你们才能看见我日常直播，你们是看不见的，这个通道是关闭的啊，所以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斗鱼 ID 叫做菲菲驾考啊，菲菲是谁啊？在下啊，是 B 人，是内人，在下啊，在下就是菲菲教练啊，所以我们 ID 叫做菲菲驾考啊。现在驾照有效期是多长？是不是这个看你的看这个看你的驾驶证是多长了？咱们啊，刚有个宝宝问的啊，先把这里讲完再给你讲好不好？一对一请家人吗？目前没有一对一的服务，只有网课啊。